五十五六的咯。那先回去垫上去，垫。哦，哎，你去看垫啊，垫上垫不上。给俺住在家，好不干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很神奇的事儿，我们那个羊，我们山区的羊啊，没插下去多久啊，由于他们这边已经打谷子了。看一下，就像我们前天到的时候，我说一羊太热了啊，所以说他们这个能种羊，记得我们山区只能种一季啊。然后呢，像我们山区啊，打这么大的田，我估计都要一天，这个十来分钟就解决了。这个是真的快呀。现在就可以把谷子倒进去了。就种庄稼这一块啊，还是平原这边方便。像我们那边两个打谷机全部要靠那个肩去扛，像这种大型的设备就根本去不了我们那里的，那路这么窄，谷子都是靠背回去的。对，全靠人工那边啊。他们这个一收割完啊，马上就要种完的二季稻了啊。看看这些就是要准备抛的秧啊。粉丝朋友们建议我们搞抛秧啊，就这玩意儿，看看啊，一个一个的这么搞，但是我们那边不太适合啊。等下二舅要来看一下外公外婆，交给你个任务，好，把机器搞一下。哎，我爸那个，哎，我爸那个真的是找个鸡腿啊，我鸡腿就搞的。哎，这个墨鱼排骨汤真的是经典。就是说你喜欢吃买大早就炖的，嗯，太爽了。啊，还有呢，哎，姐姐不是好久吗？好久来了，满地都是烧了，都是饿了。哎呀，还有呢，五十五六的咯，再先回去垫上去，垫。哦，哎，你去看，垫啊，垫上垫不上，给俺住在家，好不干。外婆这鸡就是油有点多。我你到哪里找我们煮稳住啊？媳妇，哎，媳妇，二舅来，你搞大厨啊，炒鸡肉。这鸡肉闻的都香。你现在你搞的好不好？跑得挺远去。炒饭。哎，姐姐。来坐会儿。对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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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大，咋流不流鼻涕了？干了，不用看了。用来吊着笔啊。炒的非常火啊。他去看你去了吧？我看你刚刚看你。哈哈，我看到你了。啊？我看到你了，姐姐。哈哈。那不怎么。你就老笨了，啊？我老笨了，老笨。到牙了，牙你想不吃啊？我自己走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好了是吧？我靠，红个口味不嘞？那绝对红口味。麻烦有点。鸡肉好吃不？好吃。好吃多吃点。嗯，大厨说的，二舅大厨。那如何呀？你红肉怎么做的，宝宝？给你学一下。哎，我不要过去嘞，我肥。炒的肥慢一点。怎么样？啊，我宝宝。啊？那跟你学做一下红烧肉。哈哈，做的好。好嘞。吃完饭出来逛逛啊，人都轻松些。一直待在空调里面，那个头很炸痛啊。哎，出来感觉啊，舒服原理。这是我来益阳这么多次啊，可能是离房子最远的一个地方了啊，大概有三四十米啊，不然的话丈母娘她是不准我出来的啊，就蹲在那儿歇气啊，一来伸手半来张口，对，哪里都不准我去的。今天终于走的稍微远一点了啊。白鹭，啊，是白鹭吗？对，那条也是吧。像中午的时候，我想出来到处看看那个收割机啊，玩一玩啊。丈母娘直接走后面给我打个伞，我这个样子还需要防晒吗？啊，看一下。这个、外公都还问你是不是在种田，晒这么黑。我就是在种田啊，这个层次还是有分明的啊。
因为经常在户外搞，这个黄晒真的搞不好的。今天结婚的时候估计是个黑炭啊，到时候那个西装一穿起来就可能看不到人了啊。真羡慕你们这边已经可以吃新米饭了，我们那里估计还要个两个月啊就可以吃新米饭了。我们这里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拜拜。